苦度终成苦，仙女下凡尘。这是啥？这就是你勾引男人的罪证。别急了，我还成仙了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这是刀枪不入，得做个接神的法事。 你才能显真神呢！现实成精了，金灿灿的这，起死回生了。神仙，救救我！开枪头，奇怪，那都是我的副业。 我真正的职业是一名捉妖师。